叫你去那个我打死你，打死我，打死你。我跟他跑动买买。好，好，谢谢我榜上君子兰姐姐、徐先生，还有户外什么？户外鞋，洋洋大佩佩，还有 C C C 风铃网梦蜻蜓类型，请叫小草把空气过，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？你来那么远，江河哥，还有苏，还有浩翔，有没有冥想的探索？家回家的三把又不同的酒，糖水哥，飘过云端，好像是微风雨晨，走路的晨曦。阿汉哥，电子没烦恼，我培养好后刷礼物呢。滨海阿强，里面有中年女子被强人出现，加油！来了来了，回家了。睡觉家人变三随心爱海洋有地，还有圣哥雨轩，还有沙圣宝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就是我明天去石门啊，没有，明天去石门，因为现在你看，就两万多人，你现在创其实，就是又可以合唱了吗？但是我们就不唱了吧，我就不唱了吧。来，这是有你四十年的能力，不信你老板，咱直接往后。这玩意儿才能带吗？这玩意儿哪个？他才来的时候好。你呀，欢迎我等待哥，欢迎等待哥。那个我问一下，那我问一下。现在不着急，老秦。喊着呗。哎，这女的唱啥呀？赶紧下了得了，个屁的了。我最好有样品能讲给你。人要爱辣手的，不是很快，冰鲜的，来，上头油的啊，小麦面膜，涂个小。不是，房间人问的，说咱能卖不？我说应该能吧，不知道啊。小齐，这或者我来说啊，这个面膜你到时候拿着一起。差不多。方美姐是小姐姐吗？这个品牌面膜好，对，老板三年前卖过，你们知道的，赶紧下了得了，我是接流量的，这老娘们非得唱，你瞅瞅，谁要这么反应，这不让我播人，这我提前开了，完你说又唱了，昨天不上了吗？咱说呀，昨天才上了啊，对呀。昨天不上了吗？这女的不是，昨天上了吧？嗯，不是，啊、不是咱家，不是咱家也上了。昨天上了，昨天。等一下下家那美容仪没了。别买。这美容仪啊，我说美容仪平时没有的。不是这美容仪，我都没看着，就往上撸啊。啊，撸是吗？啊、没看着。有三个头。
有什么？有眼部的。这么专业吗？你看人家给你解释多专业。眼部的、颈部的、脸部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家人们，刚才老板那个直播间吗？给你试一下吧。我别试了，我这老干巴似的，就是这样了，够呛了。我这美颜开的。官网卖到159就五片。真的。官网159就五片。他们说三年老板就卖了是吧？那不是二一年的，这是刚出的，这是新品。可以啊，有啊，给你拿点回去。我看这个可以有那个。在家里面，在房子上你就没整。是，明天行。效果挺好。可以就直接上链接了呗。不行，我再劝他给你。啊，这玩意儿意思卖还不是那个版的独家这个。啊，就是说。这美容仪是没有的，一般没有。这美容仪是真的是自己贴的。先劝一下的啊，嗯呐。老板净身高1.68米。我这边还有。我就配卖福利品。下雨了。是下雨了。走了呗，哪还能一劲跟着我呀？老板9点才开播，师们呢？9点，那就明天可以晚点走呗。哎，我后天出发呀。也可以，后天出发吧。因为要那么晚了。太晚了。咱俩这么的，第二进不去，没票。行。7:30，9点走。行。后天出发啊。行。你定。要这么晚，要9点。可以放了，可以放了，可以放了。排队，把灯牌准备好。小爱，十级以上灯牌的，先注意十级以上。现在要跑拍照了，拍照片了啊！我们现场接流量呢，老板在长沙直播。耗子再次实施来了，叫我直播间来了，上我直播间看老板了吧，宝宝们。8000人了啊！你牛啊！谢谢天海哥，你挺厉害。哎，家人们，谢谢你，你就是不那个啥了，回家了。我在跑个几张图。还是帮他们准备拍照，我真的拍的太丑了，他们不要我拍。哎呀哎呀，谢谢独宠灵宝的大漠，这真儿感谢。你们可以拍了发给我。我们要拍。
排骨。我从那边谢谢我小亮姐姐，欢迎姐姐回家。欢迎直播间所有的每位哥哥姐姐们，房间所有的家人们啊，来参加现在此时此刻房间所有的每位宝贝们，参加花花草草走一波来。是我的吗？这是我的吗？你灯牌给我看了吗？哎呀，小心，真的是中暑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么猛！哈哈哈哈哈！还要跟奶胖子那个主播。你们，你给我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，不要他。红宝给你。老板，快点播。净身高，你们老板先吧。穿鞋了，你老板就是。是吗？赶紧写是的。哎呀，谢谢小伙的句号句号句号，感谢感谢。这家伙挺白呀，老板用啥压招啊？家人们，要在那排队，要告诉他，再冒险给我拍个视频发的。给你那手机给我。来，姐姐让一下。来，怎么拍？你手机你不打开，我怎么拍？你用这个拍个视频。我拍不了，来家人们录一下吧。啊，来给风铃榜哥录屏。他那家挺白的。还有录屏的啊。他家挺白的。方哥，你在？你给风铃榜哥送了一个大苹果，平平安安。哎呀，棒棒糖，冠名了，谢谢我亲爱的紫妍姐姐。下雨了，家人们，看这个灯光，转的有一点，有点下雨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要给他拍。谢我孙哥，感谢孙哥。来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就跟着跑一跑，你看多好的这么一场，所以说泡的圈子一直在的。不是拍过了吗？不好看，我拍。欢迎我 C 哥，欢迎西元姐姐。好的，下一位。他们都走了，八九都走了，西元姐。他们要赶回去了。他又来，对呀、啊，完了，大哥说你不拍完他不好看，要重拍。二三二四，那没完没了的。在石门，家人们啊，二三二四在石门。这个拍了两次了，谢谢。哎呀妈，谢谢那个感谢你。所以他手机这场还没结束呢，待会有截图的话，我就发给你了。准备下场了。啊，蝴蝶师们现在在哪呢？带你，浩哥，你来到现场行不行？老板让你上台。家人们，咱家所有的每位宝贝们啊，咱家没给小飘咱家占榜的家人们，咱给飘的咱家花花草草占个榜。哎妈呀，回家了，来花花草草的给飘的咱家占个榜了，宝宝们。是不是啊？上人了，好久没看到我在国外的事情。来，咱们哥几个一起帮花哥点赞啊！感谢辛苦了。谢谢开心的人，谢谢新年。拍完了就下去，出去。好 ，OK。啊，加油！手机，手机，来，给我。看了吗？没好像没了。多按两下，两下。多按两下。OK。来下一位。哥们，你着急呀！哥，你这么凉，你给我点关注，关注我知道的广告。今天我要空调点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好了，下一位。明天关注我，下次我了解。等明后天我直播了解的时候，我知道详细情况了，然后再跟你讲。是的，嗯，那随缘。笑起来，老板。哎呀，老板，我先走了。好了，拜拜。恭喜发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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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财，平安，平安，发财，发财。就是拿这个留下来。来，放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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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动。天堂街每个场都是经典的展示，全国各地每一场都来。
来，所有的美味大宝们，所有的美味宝贝们，给飘到咱家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啊！咱家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完了，所有的美味家人们给飘到咱家一起占个榜，能不能？一人一个棒棒糖啥的，来，咱家棒棒糖小心小花花占个榜啥的，来。欢迎慧姐，还有多少个力量？那一个，那一个真严肃啊！你跟老板说，他那个大花是送给你的，花他送的，从深圳来的。哎呦，结两个，结你要看，呀，一家的他俩啊，洛姐和小川哥，两个彩虹，两个彩虹宝宝。诺姐，一二三，我给他拍的。诺姐，诺姐啊，诺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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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诺姐姐，嗯，美，美美的，美美的，美美的。小泉，对，截个图，一二三，截，上面发给他啊，诺姐姐。啊，一二三，这谁给你拍的？还有没有？有个姐姐要问公司的叫什么，他说会给你打电话。发给汪汪姐姐啊，去，亲爱的宝宝们，没了，拜拜，老板，嗯，老板辛苦了，石门见，老板辛苦，石门见，石门见吧。哎，老板，是不是那个玉米房的？这个新价还有这个房子？这里，没事儿，我们就发一个新房了，我来了，他说是，我们再发一个，你看看手机呢？我一般都不用摸的。谁拍呀？你点给我看看。三个小妹妹。我这拍一张。人家截图的还比我拍的还要好看，有没有我的截图的？好，谢。没有，就截我的。他们没拍。哎，快点喽！快点！哎呀！不要挡到了啊！可以。有谁没拍到我的？多多看这里啊！啊，老板的，等一下，这个不行。算了，好了。这没拍到。没拍到。你给谁没拍到啊？衣服。哎，衣服。我没拍到。我这里面有结果。那你们走。到门整一下的，不要关了，就这样，好，可以了，停，他不停，没有，贾如姐告诉的，说关上。明天，直接走了呗，能咋的？就想讹我点20块钱呗，我没给，谁来了？一分钱都没给他。刚才小多来了，小多。这么冷吗？咋不冷呢？来待一会儿。看，都搁这等老板呢啊！这些你没看直播吧？都在那等老板呢。多来了。来，家人们，等一会儿吧。都搁这里等呢，瞅着没得？对呀，今天一分钱我都没给。我为啥要给钱呢？他不就讹人的吗？最后我报叔叔了，一会儿我跟你讲吧啊，咱先看老板吧，一会儿再讲好不好？不跟老板去石门。直播效果跑，我都不用跑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凭什么给你？
咱也没有，咱们也没有那啥的。他说我骂他了，我啥时候骂他了？队友不给正常的，我凭什么要给啊？就是的嘛。师门主场有四个嘞，听说是有那个，听说是有那个谁嘛，多多和那个谁，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刚才还说了呢，有好动。下午他们就喝了。嗯。我叫他多来两个。老板上。老板上。他们这个就开始收了。啊，还有嘉哥呀、啊，石门哥不能是驻唱，只不过能上台而已。说了吗，嘉哥安妮吗？浩哥是指定不去了，浩哥去江西。恭喜发财呢，谢谢燕儿。谢谢福建大哥，感谢。你们知道吗？福建都是女孩。啊，这福建的啊。飞总，我找飞总，飞姐在哪？